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快打旋风对决 Street Fighter。好，那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后期的最强神角推荐的。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玩到后期嘛，那旭哥身为一个无氪，也没有花过任何一毛钱，一毛钱都没有花，手出也没有出过的，一毛钱都没有花，也玩到现在二十出头张了。那这个大家应该都该都 SSS 至少都养一两只了嘛，然后还有这个像是 SS 加都快要升到 SSS 的角色都越来越多了嘛，所以我们讲后期最强神角就来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关旭哥手游攻略频道最新的这个手游的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虚好独家最新的，然后还会有这个旭哥手游攻略快打旋风的攻略专区。目前有52部，加上今天53部影片，有天影神角、雷火风、魔王宗师队、隐藏神角、最强角色，然后还有礼包码，各种的必杀技啊、断招啊，然后无氪玩家怎么玩呢、啊？因为旭哥是无氪玩家嘛，所以都是以无氪玩家的角度来出发的。所以跟旭哥玩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用无氪玩家的角度，然后去抽角色啊，很多说话、啊、角色，然后断招什么的。还有很崩溃的抽，然后各种角色的推荐，然后最新的活动角色啊，都会有推荐给大家。还有免费的资源要怎么入手？这攻略非常多啊，大家可以慢慢看。还有怎么银元这个必中转蛋、必中神角的转蛋的攻略的方式，一些技巧，然后一些秘技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攻略啊 ，Let's go。好，那后期的神角呢，当然首推啊就是这一只黑死龙肯，那这一只是要花钱拿到的。那之前攻略就有讲过嘛，这只非常强势的就在它的这个必杀技，它必杀技呢可以中断这个目标的动作，这一招是非常强势的，就是这断招。那断招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接你的必杀技啊，或是可以把对方就是直接秒掉这样，因为这个游戏是很吃这个就是必杀技一波流的，所以你可以断招就是一个非常强势，而且它是没有几率性，它就直接断招这样。所以他是非常强势在于他这个招式，然后他这个可以有 580% 的伤害，再加上这个晕眩，还有这个就是伤害减免，都是非常强势的。所以后期的神角的话，这一只黑死龙肯绝对是最推的这个角色，铁三靠，在他必杀技嘛，然后再来他的这个二招呢，就是他这个招式呢是不影响施展的，就是说别人队友放的话，他也是可以继续放嘛，之前有讲过。然后他的这个蓄力斩也是，就是不影响施展的，这两个都是可以不影响施展，等于是说他可以免费放招啊。那再加上他这个可以断招，所以这一只呢，旭哥是把它摆在最前面，因为他这个招式实在太强力了，就是二招三招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必杀嘛，然后就是让队友去接招式这样，比如说用 poison 啊，然后去接啊，电狼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狼网啊。风狼网去接，让他们去接这样，然后你就是他就会自己就会放这个回旋斩和蓄力斩的。那被动技能也是非常好用啦，但是其实他最主要就是在前面这个，就实在是太好用，这个断招，这个断招，然后免费放招。那被动技能呢，有就是很多很好用的技能组，比如说像是会附加晕眩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效果，还可以就是。很多这个免疫的这个晕眩，我帮免疫晕眩啊之类的，就是很好用的技能组。所以这只呢，旭哥把它列为这个后期神角，黑死龙肯，黑死龙肯。好，那接下来来讲一下其他的后期神角。那当然，旭哥最爱用的这个 poison 也一定要列入。旭哥无氪玩家玩到现在推到20出头张了，就是也都是靠这个 poison 啊。Poison 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列为这个无氪神角，然后也是后期神角，因为他这个招式真的很好用。旭哥从一开服玩的时候就推这些角色，推到现在还是在推啊。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玩家跟旭哥在那边推，只有旭哥在推。然后后来才有一些玩家说什么啊，这只很好用。其实旭哥在一开始就推荐给大家，所以假如你刚开始看的话，你刚开始跟旭哥一起练这只其实非常好用。最主要在他的这个必杀技呢，这个封神之眼，这个是大范围的招式，就是可以打几乎可以打全敌方的全体这样。然后你只要这个前面三只打死他，后面第四只跳出来还会一起打到这样，所以这只都非常好用。他的必杀技，这个几乎是全体技的封神之眼，然后这个有最多可以打到273%的伤害。这个雷系伤害呢，附带触电。触电的话，就是会额外受到这个雷气的伤害，所以它叠越高打越痛这样。
所以 Poison 的招式其实是非常好用，就是触电，然后将他的这个像雷电鞭啊这些都可以接他的这个触电的伤害。然后你用像是电狼啊跟那 Poison 搭的话，也会搭的非常好用。然后他哥还有 30% 的机会会附加这个沉默，然后有 20% 的机会会中断了、啊。那比那个黑死龙肯稍微弱了一点，黑死龙肯是100%会断，那他有 20% 的机会，就是靠运气啊。所以有时候打关卡的话，就是真的要靠运气，靠他也会不会断到对方的招啊，这个就比较吃运气了。当然他前期就可以养，这个是非常强势的地方，因为你刚开始就可以抽到了。那这个算是刚开始可以抽到女角里面最强。等一下，他到底算不算女角？他到底算不算女角？其实旭哥也是好，也是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那就是把他当成个女角好了，我们把他暂时把他当成女角。好，那这最主要他的触电非常强力，他的必杀技。那二招这个也很好用，那我二三招我有时候都会用啊，看情况，有时候用二招，有时候用三招。连招二呢，这个是大范围的攻击，这样打出最多可以打出这个330.4%的这个攻击，然后对多个目标呢提升至攻击乘以190%，就是第一个目标，然后后面会打出这个就是后面的目标会打出190%，就是他先打第一个嘛，然后后面的目标再继续伤害，这样就是一个穿透过去的伤害。这个一个月压坡，那在施展的时候呢，它还可以这个伤害减免提升50%，然后暴击提升10%，等于说是非常强势。那它这个还也是一样会附加触电，那触电刚刚讲过嘛，触电是可以叠的，那它持续6秒，它每叠一次的话可以增加10%的雷系伤害，所以是非常痛的。那这个看你情况、啊，你假如是对方的队伍就是。比较多人的话就用这一招，然后要秒掉一只对方的主力的话，旭哥会用这个连招三，因为连招三打起来很痛。连招三呢，最多可以打到940%，然后还可以附加这个攻击提升，还可以就是减少对方的抗性，这样练到满的话，那他这个940%伤害真的非常痛啊！这个算是目前旭哥看过少数有到900%的，就是 Poison 单体真的可以打到非常痛。所以是一个非常优秀，然后它一样附加这个触电的状态，触电一样也是可以累积的，所以就是你跟那个电狼啊什么，大家都非常好用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这个剧毒美人啊，剧毒美人就是这个附带这个晕眩啊、沉默啊、魅惑啊，然后还会额外造成一次攻击乘以92%的这个伤害，多打一次，非常优秀。然后这个一样。Poison 旭哥真的觉得就是后期神角啊，那其实旭哥从前期就开始在推了，一直推推推 T0 神角也把它列进去，因为早期大家都不太会重视这些角色，但旭哥其实从前期就开始推了，真的非常好用的角色。然后像是晕眩、沉默啊、魅惑都会有额外的触电，然后额外的伤害值这样。然后对方角处于晕眩的话，打起来会特别痛，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对有一种。晕眩啊、沉默、魅惑的都会有额外的伤害值，所以你就是因为他像他前面就可以有机会触发沉默嘛，然后晕眩你的队伍也会有队伍，像是电缆或是一些角色啊，都可能会附加一些效果，晕眩啊或什么效果，所以让他打起来就非常痛。所以旭哥真的非常爱用这些角色、啊，那这些角色的确也非常的强势，那旭哥就是一直都是把他当主力在练的、啊。这个最后期的最强神角 Poison， 那今天讲两只好了，之后再继续讲，之后还会讲一些其他的角色。那这个刚刚讲的黑死龙肯嘛，黑死龙肯当然是当之无愧啦，我从一开始就很推，那这次要氪金啊，旭哥可能无氪玩家，所以就是主要用 Poison 啦、啊。那有氪的话，真的黑死龙肯算是最好的选择，可以断招，真的太猛。好，那后期神角。最强的后期神角啊，真的！这一期攻略录到这边了，记得订阅频道看《快打旋风攻略》，我们下一期见。